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路加福音18:23。亲爱的天父，富足的官在拥有财富和承受永生两者之间如何抉择呢？求主帮助这个富裕的城市中有财富的人，祝福他们，叫他们看永生比地上的财富更重要，乐意与贫穷人分享他们的财富，这样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为他们存留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